你有没有看过曹操的遗书？看完很有可能打破一向曹操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没的话不如就唱给你听吧。没错，将曹操的遗灵写作一首歌。不想错过更多有趣的艺术文化历史故事，就快点订阅《侯文泽记》吧。军营争霸，佛庭自立天下，击鼓震下，征战四方，铁马纵横沙场，胸怀有死难忘，有气阔笑看，天下归心统一八荒，浮生一路愁路，鸿鹄只为求，一代小生如逆流。长眉夜城西岗上，抱一冠无尽银珠宝无花裳，海关殿中玉印哭丧，各自爱笔写灯错却太希望，日夜侍奉留持床上，相依傍楚夫人可过分雨下，无所事事埋于小仙，手待深藏玉衣下，与兄弟分享一粒墨啊。听完这首歌，其实已经了解了遗书里面七成的内容了。曹操身为一代枭雄，拼搏半生，核心名利留之际写下的遗书事无巨细，但居然无关山河，还要贡献了一个成语。他在遗书的开首里面写，半夜起身觉得不舒服，等到朝早吃了碗粥，又出了点汗，饮了碗当归汤。开首的第一句好像只是想跟你闲话家常，可能他饮完当归汤才有精神交代之后的事情。第二句他就检讨了自己过往的行事好坏，他写自己在军中一直奉行赐军法办事是正确的，不过自己一时的发怒或者大的过失就没有学习了。我觉得这句坦诚得来，又显得他是一个有胸怀的人，接受自己的好和不好，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人。而他也都好像接受了自己在有生之年都没办法实现天下归心的愿望，所以他交代天下尚未安定，就不需要遵循古制。在汉代，上至帝王、达官显贵，抑或是平民都盛行厚葬，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孝。而曹操直接交代现在打紧仗，所以就不需要为他厚葬了，入葬的衣冠穿回好像在世时的衣服就可以了，只是自己有头痛病，所以要戴上头巾，千祈不要忘记了。也都不需要什么金银珠宝的陪葬，将自己安葬在邺城靠近西门炮子附近的西郊就可以了。也都交代朝中百官在葬礼上到殿中哭喊十五声就够了，安葬之后就可以除去丧服。至于驻守各地的将士，不可以擅离职守，要谨守岗位。不知道你会觉得意外，万人之上的曹操并不需要后人为他举行风光大葬，感觉除了条头巾，什么身外之物都不太重要。不禁会想，他走上权力终生，会不会只是单纯想要实现平息乱世、一统天下的理想呢？交代完自己的葬礼，他都帮忙在自己身边服侍的婢妾娥妓，安置他们住在同桌台，拜托其他人善待他们，并且交代请在正堂的中央放置一张六尺的床帐，早晚供上食物作为祭品。初一十五的朝早到晏昼就朝着灵场唱歌跳舞，又叫他们得闲多点登上同桌台，向西边遥望他的陵墓。至于余下的香就不需要用来上香拜祭他了，而是分给各位夫人，也都为他们打算好每日做的时候就学下织带做鞋拎去埋钱了。所以后来也都有分香卖礼的成语，比如临终前对妻妾的爱恋之情。有没有觉得曹操是一位性情中人呢？怎边人可以分得如香咁出生入死的兄弟呢？在遗令的最后交代，自己一直以来为官所得的绶带就请好好帮他收藏起来了。绶带是身份定位的象征，会用来绑上玉佩官人的丝织品，而他的其他衣裳也都可以好好收纳起来，如果不得的话，兄弟们就将他分了他了。以上就是曹操的遗令了，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呢？受到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，相信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对曹操的印象都是一位城府深沉的奸雄，但故事和历史必然存在着差距。听完这篇遗令，有没有改变到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请多多赞好转发，多谢你观看。如果你对东方艺术文化历史的内容有兴趣，就记得订阅我们这个 channel，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一起看文物听故事，不见不散。